哈时间，早上八点。行政院总署陈松表示，台湾的 COVID-19 疫情已经对感染期天天的下降，世界各国渐渐的同病毒共存，开放边境。政府考量疫情加分同医疗量能过后，持续开放防疫措施，也呼吁乡亲注意苗遵守防疫规范。指挥中心表示，确诊个案次数回报一条内同运作顺序，确诊的人会在四点钟内拿到天子指定地点隔离通知书，由需要的乡亲做得多利用。以上是行政院提供。嗨，唐妹子，高早，早安，早晨八点，准备做忙机。喊起这个坐下来，好好睡觉。早上好，新早，还有我在吗 ？Good morning, bonjour, good morning. Hola, qué tal, cómo estás, cómo están ustedes? 风扬的歌更好天台，奖励品就好养着。Good morning, Hakka.各位有情好朋友，提干做提干好，逢阳在贵拜书堂。Good morning， 好噶，按做好噶，爱黑奖励。今天黑你朗英英年六月二十礼拜日，好，今本年的先来一个一下电话给按做台那边，事先做好给。